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，他手里有四本菜谱，选择其中的一本。哎，厨神选一个好不好？是有编号的。好了，第三本啊，这样啊，刚才已经约定了一个惩罚，找一个自己认为做饭最难吃的艺人来拍照，来发微博。对，接下来给你们一个补充体力的机会，我马上进入下一环节。王牌对王牌。美食培训班，游戏规则。本轮游戏在于考验场上队员的应变能力。美食讲师传授美食知识，队员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吃完自己选择的食物。率先有两位队员吃完食物的队伍获胜。那我先来问问倩倩，这轮你的特工技能是什么？我这一轮跟你们说，我是可以让时间暂停的。本轮王牌特工技能，时间暂停卡。当王牌特工宋倩喊出时间暂停后，除他以外场上其余人员需静止30秒，在有效时间内，宋倩可帮助自己队友。左蓝队派哪三个人上来？钟林吧，阿萨，芊芊，好啊。小圆，这轮派哪三位？我海星老师，然后沙溢老师。好。接下来呢，在保证不被其他人看到的情况下，偷偷的瞄一眼自己的食物。掀开看一下你们的食物是什么，请开盖。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，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 vivo 手机冠名。在保证不被其他人看到的情况下，偷偷的瞄一眼自己的食物。有人想换座位吗？有，我也想换。我也想换。我想换呢。我这个太好了，就笑成这样了。我跟你换好不好？你要换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阿萨和芊芊换了一下食物。我那个真的太……这什么东西啊？到你了。好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一起来掀开看一下你们的食物是什么，请开盖。哇，柠檬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阿萨这里呢是鸡爪和鸭爪，薛之谦这里是瓜子儿、花生、大核桃。多好啊！呀，这个多好呀！这个好好啊！多好呀！多好啊！等一下，这个核桃它不给我工具，跟刚刚那个石头有什么区别吗？不，拿两个核桃这样压就好了。哦，真的可以吗？那最后那个怎么办？沙溢这个是根玉米，这是个柠檬，那边是什么甘蔗？我是饭盒，里面了里面了，哇！爱心小便当，我这个厉害了，挺可爱的这个，可爱呀，那么好，哦，我这个好了。今天我为大家特意请到了一位授课老师，这位老师名头非常非常响，我是我们的名品大厨，米其林七星大厨刘一伟老师。这大厨越来越瘦了啊，大厨。刘大厨。啊。哎。送我个花生还。老师好，老师，今天这堂课呢就全部交给您了。据说这些学生不是很乖，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容易做一点小动作，
不认真学习。那个那放不进去，拿开。同学们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上课了。那这规矩都讲清楚了，都说了。今天给大家教一。一道菜很简单的啊，叫做西红柿炒鸡蛋。西红柿炒鸡蛋要怎么做呢？首先火候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只手的女孩。没有，我后面痒，这是用来抓痒的。挠啊！哇，好痒啊，老师！啊，你挠挠你的额头，你挠挠你的额头，挠一下呀！啊，好吧。你这是干嘛的呢？老师，我最近吧有点上火，牙疼，这是我新买的一个牙刷。哦，你怎么越刷的毛越少呢？牙刷不好，有时候还掉毛。好，那我就不管你了。你这吐的是什么呀？你怎么随地吐痰呢？啊？刘老师，这个是一个标本。哦。可以当书签儿。书签儿。对。啊。好找，你看，也好找。你们家所有书签都甘蔗做的，有时候闭着眼睛闻着味儿也能找着那页。好，西红柿的西。云南白药牙膏让你好口腔，吃啥啥都香。来来来，吃吃吃。它为什么不叫东红柿呢？请问你在干嘛呀？老师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家开火锅店就这么不爱惜东西啊？对，老师。刘老师，您问问他手里和桌子上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想我爷爷了。我爷爷他平时吧，以前都喜欢这样。啊。就，我刚刚给他磕头呢。对，想他了呢。嘴里那个呢？刚才我看见在你嘴里啊。啊，是啊。啊，不用吐，不用手。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是我啊，我在进厨师班之前啊，拿点书。我进厨师班之前，其实我本来想加入武术班的。我最想练的就是吹针。老师合理吧？老师合理吧？可以吗？飞花摘叶都能伤人。为什么叫西红柿而不叫东红柿？这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当年的西红柿啊，叫番茄，它产于西域。这回我看见蔡小姐了，你是流鼻血吗？没有，我刚才美白牙齿，用牙套，这是牙套啊？对，最流行的。你先放好，我看看。好，手放开。
哦，这是一种新型牙套吗？是是是是是，有有有，我见过我见过我见过，蔡依林同款啊。我给你来一大个的。这个牙套更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好上课。你以为你很帅吗？不是。好，为什么叫西红柿呢？番茄，它来源于西域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管它叫做西红柿。管它叫做西红柿，它不叫北红柿，也不叫南红柿，它叫。啊！小王惨了，小王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在练习发音，啊喔呃。一呼吸，发音要把口腔打开，才能体会到唱歌的真谛。哦，照他这种方法练发音，永远都发不明白。你这牙刷没毛了，那算是第一个完工的啊。西红柿炒鸡蛋，现在我们要讲一讲鸡蛋。哎，我这个可以吃一下午，我这个太不合理了，我这个干货。啊，我的妈呀！有区域不同，有颜色不同，有各自的功能不同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中国常见的鸡有芦花鸡。我吃完了。因为王源和沙溢都完成了自己的食物，所以这轮获胜的就是我们的食神队。两位队长，第二节课有哪些同学要来上的？来吧。啊，还是我。应该还有没上的来吧。三、二、一，打开。这边柿饼。哎，这个好哎。这个好好吃啊。这个好，你这个泡过了吗？我这泡过的，泡面一大碗。这是汽水，火腿肠加汽水，饼干和那乳酸菌的饮料啊，酸奶，但是这个为什么没有餐具呢？这个它就没有啊，你看是吧，谁有餐具了？对，谁有餐具了？你自己就有餐具啊！幸亏我自己带，兄弟啊！幸亏我自己带了餐具。那还有一只呢？对，另外一只，快快快来救场！另外一只，快！你可以用手吗？啊！来吧，来吧，上课，上课，上课。第二节课呢，就不用我上了。哦，我们请出新晋的厨神谢霆锋先生。啊！老师可凶呢，老师都是我们班的，还说什么呢？真的是，老师你要公正啊！哎，反正开始吧，哎，好，好吧，来，好，好，说这个刀工呢，其实呢，哎。
这个有点慢。我们说了煎蒸煮炸焖炖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基本功吧。他说煎呢，有好多人就问煎，比如说最简单的煎牛排，怎么知道它熟不熟呢？我说什么？你说一遍。老师，说。柴米油盐。还有。谢霆锋好帅。哎，别动！他不能动，他不能动。有点不对啊！哎，他不能动。来，夏侯泉。你在干嘛？你告诉我们你在干嘛？老师，他是唱戏的。这是圣诞节，所以我要扮演一下圣诞老人。扮演一下圣诞老人，队长。好。队长，哎，圣诞节 ，Merry Christmas。这个。哎，这个同学有忧郁症吗？老师，我今天一天都觉得好干哦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薛之谦，这里是瓜子花生大核桃。哎，我这个可以吃一下午，我这个太不合理了，我这个干货吃得干死了呀。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。老师，你别往外喷。我知道你在喷烟花吗？不是，过年了是吗？老师啊，两位老师，我在跟宋健打扑克牌，一对二，一对二，老师我脱手了。老师我不认识他，老师我是好学生，我不认识他，我在认真学习上课的。哎，人家出了牌，你我都出了牌了，你拿掉，我打完了。啊，我接着说啊，刚刚我就说到这个煎是最简单的。哎，老师这牌得还给他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出掉了不行啊。不行。好干啊。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。你还剩多少？多吃点哈。这边很多，不要！时间恢复。好，刚刚说到煎，比如说啊，煎牛排，大家把手伸出来。薛之谦，连筷子都没有。好，刚刚说到煎牛排都听到了，五成熟、六成熟、七成熟、八成熟 ，OK， 以后煎牛排就知道了。煎蒸是第二，蒸鱼呢，很多人呢就把鱼那个直接放在盘里去蒸。喂，返回到刚刚那个动作。啊，你在喝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科学啊，怎么说？喝了那么一罐，他不打嗝。你看他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玩了那么久，还在玩那个东西？没有，这个剃须刀，你刮一个我看看。这个剃须膏，你刮一个。那要不要我帮你？哇，好干净啊，老师。好，现在没觉得那么干了吧 ？OK， 老师。OK， 坚持。好了，继续听歌。刚刚说到那个蒸鱼就懂了吧？煎蒸煮，很多人问煮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，为什么煮的那个面会粘在一起？当你煮面的时候，放一些些盐，再放两滴油，你的面煮好拿起来的时候的光泽也好，而且不会粘在一起。停着！哦，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老师，我报告一下，小圆队目前已有两人完成任务，所以这轮你没帮到自己队，这轮获胜的还是我们的小王呀。
就老师上课非常精彩啊，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美食的知识，当然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，因为我们今天呢只是一个游戏，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讲啊。我觉得这轮霆锋的演技非常棒，哎，你生活当中真的是那种特别严厉的老师吗？是吧？如果是在厨房，特别是煮一些比较大的晚宴的时候，确实要很严格，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上菜在8分钟内要上700道、那700份，所以就要很盯得很准，不然菜凉了，最主要是这个如果卫生不好，大家吃了不健康，这个是不行的啊。而且其实有很多比较危险的刀啊、叉呀、烤箱啊等等等等，都是危险的。所以刚才一切都是你生活和工作状态当中真实的反应。有时候了，也不一定那么凶。有时候了是什么？就是 maybe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这轮呢我们获胜的是王源队啊，所以马上就可以选一本属于你们的菜谱了。来，我们有请上我们的王牌先生，把菜谱拿上来。你别推走了，还有3本，1、2、4号，对不对？对，3号刚才霆锋选走了，1、2、4号选哪本？我就选1号，一定可以获胜。接下来各位请把你们的目光锁定在舞台上，下一轮要靠各位的投票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的是两队的才艺对决。王牌跟王牌